Hello，睡饱了。我刚才下午，现在睡到5点了，我睡了2个半小时了。然后老婆知道我饿了，买这个清茶，然后葱花饼就是常常吃的这间。然后跟他拿酱，然后等下试试看酱是怎，味道怎样，应该不错。哎呀，我今天拍很多吃的吧，等一下会分享，应该先分享了，好。我等一下会分享吃的，今天拍了吃的，去吃了小笼包，金利小笼包，然后还有融合的广东粥跟融合的三鲜炒包面，还不错吃。广东粥很特别，清爽，而且那个浓稠感觉我蛮喜欢的，还不错，真的。等一下就会拍片，等一下就会上床，等一下去洗车子啊，太阳快下山了。差不多6点吧，等一下去洗车洗车子。对啊，尽量找一些好吃的美食的介绍给大家。OK， 好啦，那就用那边玩电影，拜拜，再见。OK， 拜拜，再见。Okay.